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大家介绍我们深瑞新一代的产品，我们的 X024T5 名片机。首先先帮大家做个开箱，我们打开我们的箱子之后，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我们的使用说明书，可以看到我们安装用的定位贴纸以及配件螺丝包的部分。拿起本体，我帮大家把它打开来看，这一个就是我们 X024T5 名片机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精致小巧的外观，那这一个远远的地方呢，就是我们的 PIR 的侦测器。什么叫 PIR 呢？PIR 就是当有人或动物靠近的时候，它会侦测人跟动物上面的红外线，然后来发生警报。那再来，这个是我们的麦克风孔，那我们 IR 红外线的部分就在这里，以及它是一个 2.8 广角的镜头。拿到后面来看，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，这个是我们 DC 12伏的接口，以及警报输入输出的部分。那这里呢是我们网路孔 RJ45， 最后呢这是我们喇叭的部分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我们这一台 X024T5 是一个非常小巧，而且它是有万向支架的可以移动的部分，所以在已经有装潢过的房子里面，它兼具了配合装潢以及一些隐藏的效果。那我现在帮大家把它安装起来，这个是我们的电源以及网络的部分，先把它安装起来。那以上就是我们 X024T5 它的开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 X024T5 名片机把它加到我们的 NBR 里面。在要改变 X024T5 名片机的话，可以到我们官方网站下载我们的 IP Tool 来修改它的 IP。 接下来我们把它新增到我们 NBR 里面，先到左下角的开始按设定，在新增摄影机的下面按下去，这时候就可以自动的搜寻到我们 X024T5 名片机，勾选它之后呢，按下新增，密码是123456。新增下去之后呢，就可以在我们的荧幕画面上面看到我们 X024T5 的画面，这时候就可以来选择回放以及备份的功用。以上就是我们 X024T5 名片机的操作介绍。